嗨，小朋友，我们今天呢要给你介绍一本书。好，那这个书非常可爱，也非常简单。那完成这本书之后呢，还会给你们做一点点小练习哟。好，这本书呢讲的是什么呢？Addressing a letter，就是教你怎么写那个一封信的地址。把他那封信的信封上面的讯息给他写完整，All right，好，那这边有作者，OK，written by Anthony，那这边呢，illustrated，好，这是那个画画的画者，Gary and Derek，好，这两个人画画哦，好，OK。OK，content 就是它的这个目录嘛。好，那我们就跳过去啊。哎，其实目录讲一下好了。好，contents 目录啊，planet 是星球，country 是国家，postcode 是邮地区号，town 是镇，就是田中镇的镇，street 是街道，那 house number 就是号码。你们家是几号？几号的号码？Person 人，你要写给谁呀？How to dress a letter？好，就是这样。How to dress a letter？好，OK。好，那现在听老师念哦。The address is written。好，这个整个这个信封，这是信封啊，信封上面的这个地址资讯都写好了，长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这个好像中文也是嘛，哈，英语的信封是横式的，就是由左到右，好，那它这个信封的上面还有这个邮票，好，那这只好像是外星人嘞，哈，在写的信哈，好，那它这个信封的讯息呢，等一下一个一个会告诉你是什么东西，All right，好，那他呢已经写好了，所以介绍给你看嘛。那很有趣哦，这个英语的地址呢，这个最大范围的是在最下面。好，最大范围最下面。好，planet Earth，地球。好，地球这个星球，planet 是星球，那 Earth 是地球。那 England，好，这个就是英国嘛。然后这个嘞。HL42JD，这是邮递区号，好的邮递区号。那 Hilltown 就是这个镇，Hilltown 这个镇就叫做 Hilltown。那Number 11就是11号。所以他你看哦，我刚刚讲，我先暂停了、哦。他刚刚是从最大范围的这个星球国家，然后哪个镇？好，然后接下来呢？它是号码在前面，然后 Oak Tree Street 这个这三个字是街道名称，Oak Tree 街，Oak Tree 就是那个橡木橡木街，然后 Number 1111号，然后这个才是收信人，Mr. I am Green 他的名字就是 I am Green 先生，Mr. 是先生，Right？老师要念故事的哈。The letter begins its journey. Okay. Space post office. So the letter is from space. 这个信是从 space 就是宇宙来的哦。Post office 就是邮局嘛，叫过了哈。The letter begins its journey. 这封信呢，开始它的旅行哦。旅程啊，journey 就是旅程。It is taken to the right country. 好，England，英国哈。The postcode helps the postman sort out the letters. 好，刚讲 postcode 是邮递区号呢，helps 帮助。
这个 the postman 这个邮差呢 sort out 就是去排他的一些秩序 sort out 就是秩序，他可能就是按他有按照字母啊或是数字的顺序，好 sort out the letters 就是去 按照那个邮递区号呢去做排列。然后这是 Hilltown Delivery Office， 就是 Hilltown 这个地方的这个叫做 Delivery， 就是传输传运输的 Office。The letter is taken to the right town. 哦，所以它就开始啦。然后这个the post office 这个邮局开始就是把这个信送出去，用这个信送到这个 Hill Town， okay， 这个镇。It is taken to the right house on the right street。好，那这封信呢再继续呢好被送到正确 right street， 好 right 就是正确的街道上的那一个那个地址那个房子 right place right house， 好送到那个这个街道啦，然后哪一间房子呢，好可能是这间啦。好finally, it is opened by the right person. 好，最后呢 ，finally, it is opened. 这封信被打开来 ，by the right person， 被这个就是这个 I am Green， 这个 Mr. I am Green， this person opened the letter， 就把这个信打开来了。好，那你看哦，这个是信的内容，有没有写很多、哦？好啊，这是信，这是信封上面写的。好，那我们再复习一次哦。How to address a letter， 怎么写信封上面的讯息呢？ Address 就是地址哈。How to address， 你怎么样把这个地址写上去呢？ First， okay， one 就是第一个步骤了。First， write the name， 请你写名字。好，那这个 the prime minister 就是部长，所以你如果想写给教育部长，就是 the Prime Minister of Education， 就是教育部长。OK， 好，那 number two， the step two， 第二个步骤， write the house number and the street name。好，好，就是你的那个门牌号码跟这个街道的名称。那这边是 Downing Street。Number three， step three， write the name of the town。好，就写这个镇或者是市，像他这个是 London， 他当然就是 London City， 他是一个市啊，伦敦啊。And step four， write the postcode， 写最后的什么那个邮递区号，就这样子。哎，那像他这样子就是没有写到国家咯，如果你是要寄到，他这个是可能就是国内的邮件，如果你要写到国外呢，你这边就要记得要再写个国家。好 ，OK， this is the end。好，那这一课有这些单字，很简单啊，你也可以把它背一背啊，对不对？老师再复习一下 ：country 国家 ，house 房子 ，person 人 ，on page 13， 它在第13页 ，postcode。邮递区号 ，postman， 邮差 ，street， 街道的街 ，town， 乡镇的镇。Okay， the end。好，那现在呢，哈，我会请小朋友呢，哈，写一个地址。好，我要请小朋友写个地址，那你就写写看呐、啊。那你说老师，我写英语写不出来耶。没关系，你就试试看啦、啊、如果写不出来英语，那你就写就是关于那个中文字的部分，好，专有名词的中文字部分你写中文，好，那其他的你就要写英语。好，现在请你写写看。
请你写写看哦。我如果现在要寄一封英语的这个信，然后请你写这个啊信封的封面，好，请你写彰化县田中镇中正路715号，好，就是学校的地址。All right， 好啊，那国家咧，国家的话我们都会写 Taiwan 台湾，然后呢 R 一点 or 一点 C 一点，那就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好，那我们就可以写缩写的就可以了， ROC。 好，你写写看， OK。